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来都不记仇，你犯不着为了这点事情几天几天都不吃饭啊。吃点肉。多大点事儿啊，对吧？别往心里去啊，该吃吃该喝喝，现在像什么样过几天他就忘了，别伤心了，吃吧。谢谢方姐。那个别吃肉了，上着火呢，吃点青菜啊，吃点不上火的，吃点清淡。来，谢林哥。来，你喜欢吃肉，多吃点肉。来，够了够了够了，放不下了，直接搁嘴里吧。自己加点肉吃啊。新品上线之后反响还挺不错的，我看见了，销量还挺好的。嗯，因为在做直播，还有。干什么？我妈。六阿姨，你干什么呢？别吓我一跳，我这东西掉了，找一找。哎，你先来遛弯啊。周放，周放。阿姨，周放没跟我在一起。周放。阿姨，真没在一起。周放。周放。看到我妈跟看到小学生老师一样，那还不是因为你吗？不然怕你妈干嘛？我先进去了，她一会儿回来了。去吧。嗯，晚安。